觉得很荣幸，也很开心，因为今天看到很多粉丝，然后看到就是很多就是有演三立的，就是演员，然后觉得非常的荣幸，就是也可以看到，就是一直以来在电视上看到的，然后很少见面的演员，然后也是觉得很开心，然后觉得大家都很漂亮，然后男的帅，女的美，觉得这个盛典可以参加，非常荣幸，对啊，哈哈哈哈哈！大家就是像这互相竞争的感觉。互相竞争感觉就是在家挑礼服挑了非常久，对，然后就是怕说是到底可以小露性感呢，还是要大露性感呢，还是保守一点？然后后来就是选来选去，就还是这一件。然后就我的男伴儿没来，林佑伟还没来，对，然后就是一直在等待着他出现，这样子。所以觉得今天自己性感？今天蛮性感的、啊。来飞呢？会不会觉得早就这样子？那我是就再低胸一点哦、oh, ，好险！因为我原本跟耿如在讨论衣服的时候，原本要选择一个短袖，然后领子在到这里，然后就是耿如跟我说，我觉得很像，会不会太多了一点？布料太多一点？我想说，哦，好好好，然后我才跳到这一件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好险啦，还 OK。结果他自己穿这样，对啊，我背后是有玄机的，哇、wow ，因为我前面也就比不过大家。就只好露后面。那男生们呢？男生就我很开心，就好像我们是同学会，所以一年一度大家有时候在不同场合遇到，但没有时间聊那么多。那这一次就是比较多在后台机会，彼此都合作过，都可以聊最近发生的事情。那我很开心，就是女明星都穿得风风相连到天边，多开心！风风相连，很好，很开心。对，就是聊天聊得很开心。对，男生没什么压力啊，而且今天是来颁奖，所以希望明年可以再用别的身份来出席吧。很开心。他们今天两个都是来参赛、参奖的吗？参赛。温升豪跟我们颁奖啊。都颁奖。今天要颁什么奖？最佳华流明星奖。有最看好谁吗？最看好谁？有谁？应该很多吧。很多。其实我也不确定，你们很多啦，很多，太多人，太多人，对，所以自己也不知道，要怎么当最厉害的华流明星啊？就是收视率要不错的。对啊，就是还不错，就是大家厚爱的话就拿得到。那又是要不要讲一下，就是现在当爸爸的感觉啊？今天来，对。今天来参加华区大赏，就是觉得就是一个很开心的朋友聚会。对，大家现在访问的样子跟在后台样子都不大一样，蛮有趣的。对，然后对我很开心遇到生豪哥，因为他一直在之前是演戏上就是我的前辈，现在我不同身份，他又可以给我另外的意见，我就觉得超棒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他就说：“我跟你讲，我现在那个弄一些就是妇幼商品这样子，你可以来我的网站看很多很棒的商品。”我说：“哦，很不错哎，就很好奇。”佑胜这样，我觉得人生要有另外一个阶段，然后完全的祝福他，也很恭喜他，我也愿意分享我的人生经历。他也有一个现成的啦，没有很开心啊。对，就其实我本来就喜欢跟家人相处，所以其实我还蛮珍惜这些东西，没那么快了，没那么快，所以也会有一点快，这种是没那么快，会慢一点，但是会快。没想到那边，对啊，现在就很开心了，就其实是很珍惜现在生活，好，谢谢。